这个是来自敦煌的一块红泥石，啊，棱棱角角的。这个一看，这个整体形状像什么？像个一帆风顺。我拍了个底座，啊，手拿着转转，大家看看，这一帆风顺，形象不形象？这是它的石头的厚度，整体这个风吹啊，风铃的这个痕迹非常之明显。这是它的另一边，另一面，这个就是那个他在那个戈壁上的时候着地面啊。粘的附着，这个东西我也没清洗它。其实这都是证据，这都是身份证，不用取它。最原始天然的，不上油不打蜡，最天然的。你看它这个上面还这个还俏色的这个两个白色的，这是应该是石英填充。像这种石英的产生是如何产生的？它就是这个石头呀。风铃石产生裂隙，裂隙以后呢，它有这个后期这个一些沙土呀填充进去，填充进去以后，经过日积月累，啊，这个东西就经过高温低温以后，它就纯粹的变成了这个石英啊，这叫石英二次填充。总体这个一帆风顺。还是比较漂亮的啊！今天就拍一拍，分享给朋友欣赏石头，延年益寿。好嘞，今天就分享到此。